幼理阿姨。妹妹知道要化妆，对不对？这么厉害！大家也知道妆了，哇！这是杰娜变魔法哦，太厉害了！我突然变魔法。今天我要变的是灰姑娘公主，这是迪士尼儿童化妆品哦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这有罐子甲油，这是口红，黑色刷子，这唇彩，好美呀！这腮红，这个盖起来，对，好了。谁先化妆呢？我。一起剪刀石头布吧。剪刀石头布。那就Joanne先画吗？好。你们知道你们要变什么公主吗？布布娘，长发公主。可是她头发这么短，怎么变呢？戴假发。来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眼影，你要画什么颜色？我选这两个颜色。好吧。到蓝色，用手去涂比较显色哦，所以就这样。哇，蓝色就出来了。哦。眼头这个也放一点点蓝色，特别一点点。妹妹漂亮吗？之后就要到彩虹喽，彩虹你要是什么颜色呢？粉红色，好吧。沾了很多、哦，也是用手哦，比较出色一点的。刷脸。卓燕，我觉得你这个不太美耶，加一点这个浅浅的蓝色好不好？好。哇，你看他们口红，这蝴蝶结、蝴蝶、高跟鞋、公主，我们拆开来所有的颜色啊，不一样哎！哇，你要什么颜色？这个紫色。好，就这个吧。很漂亮啊，这颜色。哦，红吗？很红哎。然后最后就到唇彩，粉红色、橙色、红色还有紫色。粉红色吗？粉一点的。哇，好亮哎！哇，整个嘴唇都好红润的。它里面全是红红的嘞，是鲜红色。好吧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这样子不可以摸东西啦，谢谢，不客气，好美哟、哦，就在这里，已经打了。现在我们到我们的杰娜，耶，快来，到我们的杰娜，杰娜要变美美哦，你要选哪一个眼影？我两个底特一样，一点几的，一点点好美耶。哇，哎呦，双眼皮，这个颜色，青色啊，要涂在前面还是后面？后面。哇，哇，哎呦，公主你好美。现在到彩虹了，这个红色，好吧，很红啊，哇，
想到了，我涂一个爱心给杰娜吧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也要爱心。哦，爱心来了！哇，好美呀、哦！杰娜爱心好可爱啊！妹妹看着，左岸的爱心。继续到接纳了，你要哪一个口红呢？桃红色，这个是红色，这是粉红色啊。这个，芭比粉红哎。哎呦，接纳涂口红一定是嘟嘟嘟。可以啦。唇彩要什么颜色？这个。好吧，橙色。你鼻子还要画一个 I love you 吗？嗯，可以了。指甲油咯。人家美美。哇，红红的指甲。哇，好美哦。好，我们换公主衣服吧。好。首先，当然会要有公主衣服。公主的衣服哦，还有须须这里，哇，好美哦！好，再来了，哒哒！哇，这个是真人版的灰姑娘的那个服装，这衣服怎么办呢？你们怎样穿呢？把公主衣服变在你们自己身上好不好？好长哦！长发公主，哇！哎呦，后面穿帮了。最后加上这个哦，哇，真的很像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订阅和分享哦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